不，那只狗，真紧，电话，我来取看卖，好不好？来啦！我的手机，电话，我的手机，电话！我把神经吹死啊你！ 歹人，歹人，走，走，走！韦伯，较冷静，我毋是歹人，我是去支付啊。韦伯，嗯，韦伯，乖吼，莫安尼啦吼。啊，就知影讲韦伯有病伫个，情绪会较无稳定，伊毋是故意。 嗯，啊，人若较有病哦，毋知去送去疗养院，还是讲送去病院去治疗，是毋才对。啊，我的建议是想讲哦，阴暗即个分类吼，也是微博搞老店，敢会厝的，较袂去吓惊着人客。啊，若无吼，也是场面会足歹看的。啊，想讲，假使万一若去伤着人，来。 来赔这医疗费，这是小花事，啊，下面子哦，这代志就大条啊呢。啊，无你讲这是啥物话啊？阮微博的病也无遐尼严重啊，伊只不过是情绪较无稳定尔。伊是看啥物人，就讲啥物话。伊就是进前林姐吼，互印象歹啦，伊毋知会遮尼激动。无若真，啊，你即摆先讲的意思，毋就讲是阮明姐来欺负着微博咯？ 你那谈安尼先讲哈，啊明明就是恁韦伯先出手要拍人，你应该好好灌溉伊，毋才对。那遐个所有责任拢抹目屎对阮明姐身上来咧。再讲哦，咱今物就亲家安尼，莫看啥代志哦，爱是非不分嘛。这桩婚事自头到尾，我拢无赞成啦。假使讲你今仔若想要反悔要取消，我嘛无意见。 新娘来啊！妈，今日是我甲明姐的大日子，你着莫受惊啦。是啦，啊，这微博看到的代志吼，大家拢知，嘛袂因为安尼来去嫌伊啊。 是讲哦，这心歹无人知啦，啊，若嘴歹吼是通人知啦。我讲亲嘛，就算讲你无介意微博，你慢慢表现较吓尔啊明显。啊，你这意思，毋讲我鸡仔长鸟仔多，甲微博咧结亲。哎呦，冤枉哦！我哪有讲你鸡仔长鸟仔多啦？啊，人在讲哦，这欠钱哦是千万毋通欠过年，啊，若无吼是衰几年的啦。 迄就敢若结婚共款啊！
台戏的日子哦，千万唔通冤家啦！安尼翁仔某是会不甲农家散体，我是为着恁一家和乐协商。好了，妈，我真无简单，只能来甲静英抓住我。啊，就歹啊，为着迄淡薄误会，我怕结婚，还是赶紧啦，完成婚礼较要紧，好吧？恁妈哦，爱甲因讲叫因较差不多，妈也是无代无志，拢在徛空。好啦，啊，今日哦，上重要的就是大家拢爱欢欢喜喜啊！啊，明姐，啊，你拢准备好啊？吼，该炸的物件嘛拢有炸吼。啊，有啦，今日机票就代表咱两个后半世人的幸福，我等两个会走伫遐上瓜头，好好保管啦。我一定全部拿面头钱。带你挂结婚酒纸，来表示我有爱你。然后挂这个纸票送给你，来表示讲，这一世人我来好好照顾你，不让你吃苦。啊，昨天甲白白恁到会场，来管恁过啊，好不？嗯，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拄仔安尼吵吵闹闹吼，确实有去耽误着事情啦。啊，无我看安尼好啦，啊，嘛莫放假啊啦，啊，一寡其实吼，就安尼取消好啊啦。啊，无时间赶袂赴总是无好，咱即摆就出发来去现场好啊。找我过来是有什么代志啊？我就直接问啊，你是不是有跟徐佩玲讲我就是 friend？ 当然嘛无，啊你是安怎向安尼问我？我跟你讲，我答应你，我袂讲出去，我就一定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看好亲像是咪在烦恼什么？因为有人用 friend 的名义去骗卢国雄，要甲摕300万的美金。虽然我真怨恨伊，不过迄嘛是我甲伊私人的缘分，拢未到别人利用我来摕好处。搁再讲，伊冒用我的身份，一定会去影响到我所来布局，还佫有计划。听你即摆安尼讲，你的意思是你怀疑这件代志是贝蒂做的？除了伊，无人遐尼了解罗高雄啦。搁再讲，知影 friend 这个身份的人无几个，伊安尼做的，除了伊嘛无别人。嗯。今日麻烦你，我一点仔时间，我要把这件代志查清楚。你要先和我甲贝蒂、苏蒂亚两个人好好讲一下，好不？无需要，我家己去找伊讲。我想要跟伊面对面，看伊安怎回答我，我才决定要安怎对付伊。贝蒂甲罗高雄两个人，嘛有真侪恩怨。凡是贝蒂比你搁较怨恨罗高雄，所以我咧想，若是这件代志真正是贝蒂做的，伊上主要目标绝对不是你。而且我希望。你答应我的代志，你用做到到，你千万唔通让贝蒂有性命危险，好无？我虽然要答应你，不过三番两次咧找我的麻烦，而且每一家出去拢是要爱我的命的。我知影你是好人，不过你的小妹甲你无共款，伊自私，伊骄傲，伊对任何人出手拢是无留余地。你会当保护伊偌久？而且我忍耐嘛是有限度的。你讲的拢对，啊，不过不管安怎，贝蒂拢是我的小妹，我不可能无保护伊。你有你的立场，我嘛有我的立场，不是干那你的亲人性命才是宝贵的。
我也分辨是非常重，假使伊若是阁继续安尼来对付我，我可能就要放伊煞。假使若因为安尼，会去支持着你，互咱两爿嘛做袂成，我先甲你回去咧。希望下一摆咱见面还是朋友，毋是敌人，我先来走。 喂，阿杨子，我伫病院吼，你门口口正对面，我伫车顶。啊，你出来看到我啊？好，好，我车顶等你，好，好。你的忍耐比我所想的搁较歹，罗国雄，我搁予你一个机会，想要找到你的查某囝。 就搁准备300万美金，咱咧万福大楼1028事件 ，friend。好，这friend又过来啊！你真正唔肯死心，好，既然你无想要活，咱就来算较大个。 临时有足重要代志，要赶紧去处理。我呢啦，新妇啊，你开我的车，先送阮一转去。哦，我今日无闲啊。总裁，什么代志这么着急要处理啊？麻烦你，万福大楼。 刘国雄，我知影你一时就刺激了，就一定来反击我。这嘛未免想好对付我。我要趁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弗兰德身份的时阵，一定要好好把你卡几遍，安尼我才会当替我家己出气。 你这偷看，你这种行为就别说看鸟车同款的，鬼鬼祟祟，黄黄叶叶，你这大鸟鼠，你暗度不然会陪死给你骗人，你敢唔惊叫人抓到了后，连你真正的皮毛给你剥了？
你在讲什么鬼人啊？我哪会听拢无？我唔是你的朋友啊，更加唔是罗国雄的朋友，我是会当介绍。也是讲是有人家己买一个本地的皮，四界咧投皮。即摆迄皮胖见啊，都伫做出条机会咧四界找啊。嗯，水姐，你安怎讲？你讲到公园文员，请你用你家己的步数去解决。你即摆偷用别人的，敢会足无水准的？啥物叫做有水准甲无水准？同款是咧对付罗高雄。咁台分手单，爱有气质甲无气质啊！我无时间甲你讲遮，我真无用啊！我是惊你这个戆查某听无我的意思，所以我讲较清楚咧。你若是破坏我要对付罗姑娘的计划，绝对让你后悔。哦，我有听到啊，这位欧巴桑，我把你当作亲像路边的狗咧吠同款。即马肥了啊，是毋爱着买你夹袂紧走？伊安那无，我安那带你踢走的，你拢毋知影。你的嘴着搁较笑咧，我毋是咧甲你讲算笑的。你即马若是搁用 Frank 名义咧做任何代志，我着互你体会，骨头去互狗仔抱伊是啥物款的感觉。你这个老查某，当初我都无咧惊你啊，今麦我更加袂当信道。凭你这种急速，你是要来跟我打啊？哼，咱看到时阵是谁人较清楚？喂，是我，加替我传一挂人。我有代志要交代恁去办。叫伊家己跟我讲，哪都无，伊一身五零都摕袂着。我孙杰哦，已经叫伊打电话去朱书记啊。哎，孙杰，啊，现场遐哦，咱检调人员敢已经就定位啊？这点你放心，每一个重要的出入口，拢有人就会遐，绝对袂有可疑人走。他带因卡号码，我已经抄落来。这个号码的主人，就是幕后的朱书记。小姐，马上打电话转去单位查这个号码的位置。是。是，我知。郑姐，已经查到了，这人现在在华光桥附近。来，这台车停留在吉文孙姐，我是去华光桥买号，是这个。
姐，你这么赶紧打电话给那外号朱书记，那边只要有人接到的，应该就是他。最近，我咧讲，迄穿风衣、戴乌帽啊，迄个，你头先电话下过的时阵，又想要接，啊，不过伊把电话切掉，切掉了，你电话就断去啊，就是伊啊。所以，大家注意，有一个穿风衣、戴乌帽啊，迄个，快点。老公，你当作这么简单就通抓到我，真歹。小弟，你就是勒索罗高雄的吧？麦丁娜。你会派人声东击西，我嘛做过沙盘推演，要抓到你哦，无遮尼困难。卖叮当！外高，你搁走啊，搁走啊！还是我抓到你这卑鄙下流的笨蛋吼！你提走我三百块，你搁爱我的命，你准备怪命我哪里？贱人，老兄，注意这你行为，你袂当动手。这样惊什么事？你保护你可以动手，我他妈死也出头，你知影无啦？我着讲，你阿爷渡人的，伊是神秘，所以你一定就是这份。所以你这对兄妹啊，就是永远着住在臭水沟，袂见天的鸟气啦。真歹势，我毋是 Kid Brett， 其实我嘛只是用个名字来创治你尔。啊，你遮尔好创治，我家己感觉讲哦，无甲你小算一下，咱就好。所以，我毋是 Kid Brett。凊彩你安怎讲？即马无论你讲啥，已经无人会相信你啊啦。他是讲我是 Kid Brett， 顶届我是安怎载你做伙去工地啊？好啊，无你讲啊，真正的friend是谁啊？讲啊！我偏偏啊无要跟你讲，既然你这么老，你不带你去查。卡叔讲，你若是要答案，会用的。三百万美金。三百万，我给你三百万，罗教授，你带你去。徐佩蒂，不管你是不是真实的friend。
你已经涉嫌伤害跟恐吓取财，请你带阮回去做调查。孙姐，甲怪到死为止啊！较免恁这种人，伊阁出现恁社会要害人啊！赵大人，你一早就毋捌看伊过，莫伫遐咧讲白。你放心，我真紧就会当交保出来，到时阵我再阁打电话甲你算。娘，老赵。如果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，啊，那一栋啊，就安起不破的。许贝蒂啦。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，想要来骗我的钱呐！啊，不过即卖已经无要紧，伊无在了出下手啊，因为伊去予警方抓去。阿姨又来问唔着，加做 friend 的人，真正是许贝蒂。佩姐。许贝蒂无骗我，伊真正毋是弗兰德，弗兰德是另外一个人呢。那你到底是甚物人？一直用我贵姓查某囝来甲我创治啊！罗哥，你是莫遐尼着急啦。啊，你毋是讲迄个许贝蒂已经互人掠去啊？所以我咧想讲哦，迄个弗兰德应该对你无恶意啊。你想看卖，你之前敢会接受过遐尼侪摆？伊拢无要提你的性命。你讲了对呢，自头到尾啊，拢是迄个许贝蒂在变鬼变怪来孝顺我的钱。连到这个 friend， 伊煞无开嘴要甲我什么啊？敢讲？敢讲这个 friend 会是我的查某囝本人？啊，其实伊足想要甲我相认的，啊，只是因某种原因，所以逼伊讲哦，袂当光明正大来甲我见面啊，对无？有可能对无？有这个可能呢，毕竟对方拢知影你查某囝的消息，而且哦，伊伫咧关心你。如果凡事哦，迄个 friend 就是真正恁查某囝本人，所以你即摆哦，只要继续甲伊保持联络，过无偌久哦，就知影真相啊。我去开门啊！哎哎，苏姐，啊来，这来。好啦，啊许贝蒂的口径伊安怎讲啊？哎，这系列啦，许贝蒂出真白，而且伊请的律师真厉害，所以到即马，啥物话拢无讲。这个贱人啊，伊本来就干巧滴的啦。啊，要伊认罪哦，真正无遐尼简单啊！孙姐，我看规气哦，你著甲关掉的，关愈久愈好，关到伊挡袂掉，伊自然就认罪啊啦。哎，你知影无？我偷偷接到迄弗兰德的简讯呢，你甲看卖，许贝蒂即马互恁曲掉的，无可能是伊发简讯给我，所以这弗兰德真正是有另外一个人呢。我是靠近你啊。莫阁管迄个 friend 的任何消息，伊利用你的查某囝甲你引诱，表示任何目的。即摆上好的办法就是莫配合，莫有任何的反应，那安尼伊才会积极表现。伊动作愈多，愈会别空。你讲得真对。啊，毋过罗哥，啊，若是迄个 friend 伊真正无恶意，无得看，伊嘛需要阮来斗相共啊。安琪，孙简哦，坦白讲，我感觉伊讲得足有道理的。不管这弗兰德到底是咱的朋友，还是咱的敌人，还是什么款的角色，啊，既然伊无分辨出面，咱就无必要浪费时间在伊的身上啊。我看哦，咱就赶紧来准备咱的婚礼，一切代志等婚礼结束了再来讲，好不好？嗯，我希望咱两个人的婚礼。会当愈简单愈好，只要我甲你感觉幸福，
安尼我得就办就啊。你放心，我会照你的意思，婚礼愈简单愈好。我过几天工哦，咱就去你爸爸妈妈当初结婚迄个教堂，我请牧师来证婚啦。等所有仪式结束，咱就出来登记，好不好？那呢，我就恭喜你，新婚愉快，多谢你。建英啊，这个张明杰吼，有影有够奸巧的，竟然要当正人的面头前，甲你挂手指，才要给你迄十亿的支票，真正是，你敢真正要给伊安尼挂手指？我嘛搁伫咧想办法，看安怎做，会用将迄张支票先摕过来。可能是张明杰。哇，原来是你哦，紧张紧张。我本来哦，搁伫遐准是张明杰来咧。对啦。建英，你这边准备了安怎？虽然讲张明杰个机票早来，也毋过，伊讲伊要等规个结婚仪式结束了后，才要甲机票给我。阮即马嘛拢伫咧想，看卖有啥物办法，会用先甲机票摕到手。万一无办法，你敢直接要嫁予伊？迄要哪会用个？我绝对袂用许建英，真是嫁予张明杰啦。这种代志。我不允准你发生啦，建明，咱即个目的是要甲张明杰驾驶一下。万一这计划若是失败，嘛无要紧啊。我相信魏伯甲恁阿公拢会体谅你。妈哪有可能看你嫁予伊，安尼继续伫咧吃苦，甲受委屈？建议，这边机票若是真正摕袂转来。我看规气安尼啦，你要甲张明杰讲予清楚，家己做个歹代志全部拢揭揭出来，予大家知影伊个真面目，安尼就好啊。要对付伊，以后再斗斗对付。惠迪即摆生技公司已经摕着10亿啊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建英当然嘛袂用过，也毋过迄张支票嘛袂用予张明杰。伊若有迄张10亿个支票，有即笔钱，伊绝对有法度东山再起。所以咱一定爱斩草除根。嗯，罗店长讲得无唔对。张明杰这人这么艰苦，咱一定要想办法断伊的财路，袂当让伊阁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咱若是直接就放弃哦，就伤过可惜啊。你是在叫啥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就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我有办法，先把张明杰那张支票给到手。欢迎欢迎欢迎，阿碧姐，阿碧姐。哎，阿祖阿妹，你哪来啊？哎呀，本地的福气呢，我搁头一届吼来这高级的餐厅吃饭呢。嘿啊，你嘛是足好命的嘞！啊，娶阿姐是遮尔啊水，体贴搁捌代志，啊，搁是大公司的千金嘞！哦，啊，你后半世人就要享清福啊嘞！多谢你啦！啊，是讲吼，你较等下吃煞吼，迄礼饼爱加炸转去哦。啊，若是无够，搁加添两盒不要紧啦。啊，唔介意要吃啥，免客气，尽量甲包转去吃，知影无？好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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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紧入来，紧入来，多谢多谢，阿姨你好，陈玉佩佩，多谢你来参加我婚礼，妈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两位啊，一摆好做阿胖，这位是柯陈玉，啊，这位是金佩芳，这两位啊，最近有成立一个生技公司，真不简单，我已投资了真侪资金，准备啊，要甲恁两个合作，赚大钱。真是的哦，啊，真好真好，哎呦，我跟你讲哦，那阮明姐哦，自细汉哦就足巧的啊，
啊，我即马也有考到主任检察官呢，我相信哦，一定有法度会帮忙恁哦赚大钱呢。啊对，较等下吼，若食饭食煞，会记哦，礼品会记扎转去哦。啊，若是无够吼，加提两盒袂要紧。啊，若菜讲食了好食吼，诶，我遐边啊有传咧塑胶袋啊伫个哦，毋免客气，你即日甲打包转去，吼，志勇。好啦，妈，啊，内面过门口阁真多，你去内面哦，招呼人客啊，好无？啊，好好好好，啊，歹势哦，啊，无我先去咧，啊，你恁甲我讲啊。歹势，我妈啊欢喜哦，那话哦，那啥话别讲啦，别坑你的心肝。没啦，你妈就够水的，而且哦，你妈就又好了，和我甲蒋玉搁较确定，找你合作是对的。对啦，我拄则听工作人员讲，你的婚礼无安排主持人哦。啊，是啊，我也想讲哦，我婚礼哦，就比较简单两点，安尼就好，所以就无请主持人。哎，那要哪用的？阁可安怎讲哦？你甲建英拢是亚洲集团的代表呢，婚礼袂使想过简单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甲佩佩来担任你今仔日婚礼主持人，你看安尼好无？真系好啦。袂啦，免客气，我甲展宇一定甲你婚礼场面请到最热闹的，予你一个毕生难忘的婚礼。啊是，你对我无信心？是袂啦。好啦，那无就麻烦你啦。阿叔啊，我一定包一个大红包，得势。哎呀，红包就免啦啦。今仔日是你的大日子，欢喜上重要。好啦，那安尼哦，我甲佩佩先去请教工作人员，看婚礼场面是安怎行。好，麻烦你啊。我讲放掉啊，互你，你无只啊，家己来，敢有想要死你啊？女人的青春温柔，只有对你讲，若有你，就有阮的幸福。我讲放掉啊，互你，你无只啊，家己来，敢有想要死你啊？是恁丈母邀请我来，我若无人话做是你啊，就算你用十只加长型的礼车来载我，我嘛袂过来。颠倒是你即摆态度，你要较注意个，因为我毋若是人客，我阁是你的时段，我即摆无当场互你歹看，是我顾虑着恁丈母的面子。恁若继续毋知影好歹啊，莫怪我无顾虑。恁好人的证明。喂，阿英啊，你等下啊，派几个人去门口，啊，顾条的，千万唔通让遐无钓的人进来，尤其是余志云，啊，佮有杜连峰这款人，你怎么个？别让人家冲进来，知影无？嗯。该做是黄做公司的人啊，怎安尼？
这叫我歹看的。啊无嘞，咱两个公民进来家里去哦，绝对会去让张明杰挂起来，安尼会较好看。实在我这么苦啊，是咱做头壳根本这么戆啊！紧的啊，紧搬物件。较紧的，较紧的，动作较紧的，你那搬入去紧的。大姐，你们创啥？哎呀，我是婚礼公司的人，我要送一挂婚礼用的物件入去。阮总裁有讲过，要入去现场的人哦，所有人哦，拢要检查身份。啊，你的证件哦，提出来。哎，证件拢提出来看。恁两个证件提出来。就要去发现啊！我叫你无摕来，你是无听着？啊，摕落来啊！雨君，你要创啊？我要入去。你们哪里去？先到我那里去，向开。妹妹，你等我，你过来。向开啦，我入去。余小姐，你袂入去啊？谁让我来入去？余小姐，歹势啊，这是顶头有交代，你袂入去，你莫为难我。请你看清楚，是阮大妈邀请我来，你莫想白毛哦。啊，若无，我绝对会帮你耍。好啊好啊，无代志啊，物件紧搬入去紧嘞，快紧嘞。你袂入去啦！总裁有特殊交代，你袂入去。好，那安尼，我就打电话叫阮大妈派人来。到时阵，你就带伊回去吃家己。出去啊！看到阮大妈面子上，我今日就莫甲恁计较。目前计划一切顺利，过过两天啊，我甲罗国雄准备伫教堂结婚啊。等一下婚纱店的人就送婚纱来罗国雄因家，我先等伊等啊。虽然恁即摆计划一切拢真顺利，也毋过咱嘛是爱较细腻嘞。我即摆是惊圣母会为着罗高雄跳出来破坏着咱的计划。马警，我即摆叫林管家来合作办理这个婚礼，就算来感谢圣母。我已经计划这么侪年啊，绝对袂当出什么差错。嗯，我知啦，我会甲罗高雄讲，应该无什么问题。那安尼，我先来走啊。嗯。我甲恁讲哦，我安尼是总算哦，甲这遮尔友好，啊，搁遮尔有才情的建明哦，带转来，互阮张家做新妇安尼。
还是讲哦，大班的查某囝哦，是业家正港的继承人哦。啊，以后哦，咱阮明姐若伫阿州集团哦做头家哦，都名正言顺啊，对无？老爷，你在天之灵，你有看到无？我甲咱明姐哦，啊，教养甲遮尔啊好，人以后吼，若赚一工的钱哦，就比你赚一世人搁较侪呢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晴雯，啊，晴雯，你来啊，来来来，来坐，来坐。行嘛，啊，你也是哦，甲恁外婆带来哦。嗯，啊，外婆今仔因阿姊结婚呢，伊当然嘛爱来。啊，无你是想要讲啥？啊，无啦，我哪有要讲啥？我是讲哦，今日巴肠哦，有影真宽啦。啊，外婆伊也毋是你亲生的，伊是哦，俞美凤的囝，对无？啊，你也是这么好心哦，哎，饲别人的囡仔啦。晴雯，那这款话吼，请你以后唔爱阁讲。迄话无一出世，我就甲请到这大汉，伊就是我的后生，这点你莫怀疑。啊，袂啦，我哪会怀疑？我是想讲吼，要甲你提醒一下尔啦。你敢无听人伫咧讲吼，血浓于水啊？我是讲。你阿生哦，安尼辛辛苦苦甲照顾，啊，若顾到讲伊若恢复正常了后，爱煞去认别人做爸阿母啊，安尼哦，你毋是无采讲？刘太太，外婆是我的亲生后生，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有一句话咧讲哦，生的请一边，养的功劳较大天啊。外婆这么捌代志，我相信伊若恢复正常了后。一定会更加有效益的养母，这点无需要你操烦。你管好恁家的代志，顾好你家己的后生就好啊。无恁即摆是咧创啥哈？这块地是主人地呢。恁哪会坐放在遮啦？啊！高先生是我邀请来啦，啊，伊是外婆的亲生老爸，啊，坐主都是应当的啊。志玲大姐，我来甲伊讲。哎，我讲晴雯啊，啊，你食老真正老饭店的记性较歹，拄仔在找我，就甲你讲啊，我是今仔日的媒人婆，伊阁是镇长，我坐伫主桌是予你面子呢，啊，无你甲看啦，等恁主桌吼，敢若两三个啊喷喷啊。哎呦，实在足稀微的呢！一般人若看到，会感觉足心酸的呢。啊，我敢唔免来甲恁斗一下闹热咧？是讲，哎，咁嘛正拄好咧。咱这三个老板的哦，拢死翁啊啦！啊，若要拍麻将，还佫欠一卡。啊，今仔日的新娘哦，将来嘛会死翁啊！安尼都会用斗一斗啦。呸呸呸！人阮明姐哦。会食饱哩！哎呦，啊！你这样紧张是要创啥？阮妈也无讲一定是这恁呐，啊无得较过几工啊，就外包哩来替你冻爽也不一定啊。你即摆讲的有啥物意思？你意思是讲阮明姐甲建明会离婚咯？各位贵宾，今仔日非常欢喜，大家再来参加。亚洲集团总裁张明杰先生，伊今日当首长夜间小姐婚礼。新郎甲新娘伫个真早之前就熟识，经过漫长的爱情长跑，总算要伫咧今仔日走到人生另外一个阶段。新郎甲新娘会当讲是郎才女貌，绝配佳偶。无唔对，那谈起新郎这款需要这么成功的查甫人，就一定要知影听无。希望新郎以后会当学新市长带老婆，
搭捷运去八岛洗温泉，把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牢牢记在心中，安尼唔才是一个合格的好翁婿。嗯，即马就欢迎新郎甲新娘入场。离一届婚哦，真正足舒服的啦。新郎甲新娘今麦已经徛伫个台顶，来请新郎对新娘讲几句话。各位贵宾、各位朋友，今仔日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，因为我总算找到我心中最完美的伴侣，那就是静音。在我未成功之前，静音一直在我心中不离不弃，所以我的心中就一直在上山。我在出头顶的时阵，我一直在加倍给静音。对我这样的情感情，今日我总算做到够。静音，为今仔开始，我的人生就是你的，我会爱你爱到天长地久，一世人都袂离开你。哇，实在是足使人感动的。相信新娘一定嘛足感动的。这无一定哦，虽然讲哦，阮最爱听甜言蜜语的，也毋过嘛无遮尔好骗啊。新郎哦，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，才会当得到新娘的心吗？哎呦，那照你安尼讲，咱是要安怎才会当证明新郎对新娘是真心的？现场这边哦，有准备道具来测验新郎，请新郎接招。什么道具啊？我哪有知影？啊，无这嘛是要变什么出头啊？我著知影有恁这人来参加吼，绝对无什么好代志。哎呦，真嘛，恁若安尼讲话哈，啊，这婚礼上吼本来加加减减拢有淡薄仔娱乐节目啊，啊，无敢看到因两个在台顶讲我爱你，你爱我，啊，这大家拢知影的代志有啥物意思对无？啊，既然都要结婚啊，当然嘛，爱伫台顶表现一下伊的诚意，予大家看啊。啊，伊当为着婚姻安尼上刀山落油顶，啊，若无迄个才调，是要讲结啥婚啊？哦，啊，听你的先讲，要结婚就爱上刀山落油顶。无唔对，结婚就是进入爱情的坟墓啊。啊，若是娶唔着人哦，就等于是咱落去十八层地噶。啊，所以就得算落油顶，迄种是小 case。你莫来后白讲话啦！那阮明姐吼娶了建明以后吼，伊就足好命的啦，为什么去落什么十八层的地界？这到底是啥？到底是闭上眼吧！我有听因讲过。应该是一挂无伤大雅的小游戏，你莫紧张啦。新娘拢已经开出来了，你应该袂让新娘为难吼。啊，不过你首先拢无甲我讲，我唔知到底选中啥，我不选项，怎么？不会啦，你是阮的大股东呢，阮刚来互你好记着。
今麦后边这三个气球内底，拢是各位亲手所写的祝贺小卡，也搁有足侪其他 surprise。今麦就请新郎戴这顶安全帽，把这气球哦弄走。那你不就是要吊起来？今麦就是要给你机会，表现你的妖力。查甫人是不是男主的大丈夫？就是爱靠腰，腰若是有力，才是大丈夫。大家讲对不对啊？对。我相信张总裁的腰力一定是挂得住的。这一点仔关头，靠你袂倒了。来。你还是无想要跳，我来跳。为了证明我嘛真爱新郎，我愿意接受挑战。安尼看起来，新娘较爱新郎呢，愿意为着爱来牺牲。啊，新郎，你较爱你家己吼。阿秀华来，以前高跟鞋就帮他跳。我嘛真爱新娘，所以我愿意接受挑战。新郎对新娘的爱战胜了恐惧，这真正叫出来感动的。大家好，新郎，我唱歌你听。啊！啊，耍一个游戏，尔安尼孤孤僻僻，就还佫新娘替伊找楼梯落来。我看结婚了，绝对拢是比在新娘后边。无啊，罗店长，你今日是来做门人，还是来咧吐槽的？阮明姐是啥物时阵去抓到你？哎，我是替阮子云出一口气，为着我未来的查某囝去放散哦，我偌尼啊唔甘呢。是讲哦，你万免生气啦。我第一只甲妈妈吼，等于是替萧业忠呢。哎，这业忠若消消了后吼。以后绝对会一帆风顺，你讲对不对啊？对、哦。上好是安尼先啦。好，今麦咱形容已经准备好啊，那呢，游戏开始。今麦咱来看，这个祝贺小卡内底到底写啥？这第一张，百年好合。第二张，哇，有预爱，真好真好。哦，你看这张，一定要幸福哦。啊，不要够只爱心，你看，这就是大对恁的祝福。哦，那呢，咱今麦再来看这第二个气球内底到底是啥物？来。甜甜蜜蜜，金光闪闪，赚大钱！今麦请新娘哦，家己祝贺分给大家。来，多谢。这里，来，哇！哇！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，刺激，刺激，刺激！好酒甜香底，好戏伫戏尾。上尾啊，这个气球内底到底是啥物？请形容跳互咱看。
什么物件啦？来搞面前也搞规身躯啦！哎呦，还敢那是花生粉呢？哎呦，白帅帅的新郎裹着花生粉，啊，我用都想到客家的麻糍，暖暖的，好好吃哦！好吃哦！哎，天降花生粉，表示好运会发生，将大家恭喜兴隆。要发生喽！哇，一边起来就胖了呢。今嘛余兴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，那么请大家先用一块点心啊，够饮料，把咱兴隆啊，够兴牛落去换一身，再转来给大家拍招呼，好不？多谢。冰山棒，要搞我啥？搞我啥？我知影，这款游戏节目一定无好输了。等一下，每个行业都无聊来。哦，门博士，来过来，叫什么送啥？明姐。好多啊，这样就拍摄。我本来是计划讲哦，要伫气球内底装碎花，啊，甲气球拄好破时阵，拄好有碎花呢，也好形容甲形容。啊，结果饭店的工作人员竟然听唔到去啊，甲碎花定成碎花生啦。我甲你规身躯哦，拢是花生粉。我头拄啊，已经甲伊骂过啊。好啦，无要紧，无要紧啦，好事会发生嘛。家仔啊，头拄有治安转播。阿老婆，阿头毛啊，把伊妈垃圾，阿就害啊！你看啊，有辛苦拢要洗花生粉，阿滚阿加马西，下水来点麻乌啦！紧嘞，立刻来点处理起来，阿老婆时间要变化。好，我加马西个。那也不急了。陈玉，你哪个在家？啊，无啦，我正想讲哦，家己突然一下，啊，刷落来留电脑啊行，才袂阁出门。为着会当顺利进行婚礼，我就希望卖阁耍什么游戏啊！后面还是还阁有，我全部注销。我就敢若希望会当顺利完成婚礼，安尼就好啊。这嘛，也毋过吼，我已经答应要互罗店长上台唱歌，要互恁祝福啦。啊，即嘛若是讲向要注销哦，我惊伊无欢喜啦。若是去支持着伊哦，咱的生意就免做啊。敢若唱歌尔啊？那无要紧啦，啊，出了就去留台就好啊。好，那安尼我去甲伊通知，你嘛紧准备一下，等来分来现场。好。家仔啊，到底要耍游戏的时阵呐？我甲机票放伫个其他所在，就袂无垃圾。这个机票对我来讲真重要，我给它收好。放伫遮，敢若无好用个，总得其他所在好啊。小龙哥，啊，
我已经去遐尔久啊，嘛唔知先讲无。 大医师啊，甲明仔拜托你吼，莫阁算了小什么婚姻啦。安尼，阮明姐的婚礼吼，啊，你还甲丫头豆腐花龟身躯安那煞贵甲，安尼根本就是咧糟蹋人的嘛。哎呀，阿姆啊，明仔你紧张啦，这不过是一挂五路节目，啊，大家好好算欢喜一下尔啦。嘿啦，亲嘛，啊，你都莫遐尼严肃啊，啊，大家欢喜就好啊。 就是讲啊，啊，若无你甲看啦，啊，人客遮尔少，啊，若是个五路节目拢无，安尼毋是足无聊的。也毋讲吼，为着要尊重新郎的意思，大部分的节目拢已经取消啦，敢若剩一挂新郎甲新娘民工表演节目尔，安尼敢会用的？啊，好，安尼用，安尼用的。只要莫阁叫阮明姐表演咯，虾米都好，啊，会当安尼。 轻松哦，啊，看人表演啦，吼、哦，安尼是就好啦。啊，我讲亲嘛，你可不只小囝呢，啊，拢唔甘要伊食苦，啊，你做你放心啦，等下我唱歌给大家听，啊，恁坐咧偷偷欣赏，安尼就好。哼，你要唱歌，敢若听你讲的，就刚好去食条咧唱歌，你嘛甲帮帮忙咧，哪讲要唱歌哦？叫恁查某囝啥，谢白雪吼。 伊咧唱嘛较有影，虽然讲伊是歌星，也袂红来讲，上届无吼，伊唱歌嘛较有一个伴，啥物叫做伊也袂红？人已经请到大陆去，啊，若亲像即个场所吼，要叫伊来唱歌，迄是还收钱的呢，我哪有可能互伊唱免钱的啦？所以吼，也是我来唱较赞啦。而且我是伊的妈妈呢，伊唱歌是真着我的啦。妈，你确定你唱歌足恐怖的呢？ 各位贵宾，今麦就予咱邀请咱的新郎甲新娘再次离场，对大家敬酒。今麦请各位。 甲恁手顶的杯仔捧起来，替咱的新郎祝福。阿姐嘛，咱来邀请罗镇长替大家唱一首歌，当作是给新郎的祝福。 是男女对唱，我今日也邀请你陪我去做伙唱。好啦，好，行行。大家拢知影讲。 我有一个外号叫做小江慧，所以今仔日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《爱唔对人》。我这是在创啥哈？人在婚礼上唱爱唔对人啦，你的气笑是？啊，有情嘛，都不多阿袂唱嘞，你紧留下，无你看吼，我唱出来你感觉真好听啊。免唱啦，无人在哦，阮今日婚礼上唱爱唔对人啦，人今日即马是爱对人，伊无去爱唔对人啦。哎呀！ 你搞啊，丢人！你别对，你搞啊，丢人！啊，等我，我去。哎，你那是谁呀？你那是哦，你这是你。各位金牌姐，啊，既然罗定定我被唱歌，不要紧，来要给我今晚上行最受欢迎的动感天团唐朝小姑娘，替大家带来劲歌热舞。
皇上，您把媚娘抛在感业寺，叫媚娘好苦啊。叫回来再乱呢。皇上，你总算来了，媚娘等你等得好苦啊。媚娘哪里？皇上，您别生气，要保住龙体，你要睁大你的龙眼看清楚，我才是真的爱你的人。他是狐狸精。像狐狸精的，我看你这神经病而已。哎。骂流行搞穿越，你真正是跟不上流行。什么穿越？我看怪你那罗，你在何里穿越啦？你穿越，给我看，搞出去。哎，这这哎，哇！周明杰，你竟然敢搞我偷包？在场遐尼侪人，是你嘛滴的？你敢搞我偷包？你要还钱交代？哎呦，周明杰啊，你竟然当正人的面头前去问我这鬼气嘛？啊，我刚刚捌听过吼麝香猫咖啡，我阁毋捌听过果汁里豆腐嘞，安怎？滋味如何啊？我根本就无碰到伊啊！你竟然讲无，你真正是强拍，哪有这样？卖娘啦你！哦，你先冲啥？冲啥物啊你？对。曹叔公，你有惊？你敢怀疑你？到底要求啊？那就等下金嘛，我看看，一定是你讲白痴。早知咱两个这样阴魂不散，你杀死他的时阵哦，我得赶紧来抓掉啊！啊，那等下金嘛，搁你找我麻烦。你唔相信就尊重煞啊！奶奶好啊，等一离开哦，我就把这个影片传给各大媒体。我相信真紧，网络顶头就有你的新闻啊。阿娘喂，周明杰，你竟然心肝哈尼啊凶，想要把桂枝白害死哦！大家拢有听到，这个周明杰哦，心肝真正有够凶的，伊竟然叫人虐待我甲小爱，啊，阮两个大难不死，所以一定要来这公开伊的真面目。对，周明杰，你一定是爱慕着阿丽，所以想要把伊毁掉。新娘，你就要把酒杯给看好清楚。张明杰，你敢真正有做迄款代志？正义，迄录音是假的，根本就袂当证明啥。王英丽，你破坏我的名声，我伫告你，妨害名誉，公然侮辱。我去告啊，我就唔相信你告伊啊。迄段录音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会当去检验？若是证明你真正要害我甲小爱，你就准备去龙阿来度蜜月啊！黄英迪，你过去做遐尼侪歹代志，早就已经无信用啊，所以我甘愿相信明杰，嘛袂相信你。叶建义，你真正是目睭顾着老阿婆，这种查甫你嘛相信伊哦？你仅仅为着白家与美凤做遐尼侪歹代志，无你即摆是选择性失忆啊！别啰嗦了，该关走。哎，停！你到底想从哪里？我去开电话。把人挂出去！哎，张明杰，你绝对不得好死！我看你跟我这小妹偌久啊！出去！各位贵宾，真歹势，啊，头拄仔意外哦，请您莫放在心上。咱即摆给新郎一段时间，让伊回去整理一下哦。啊，稍等下就转来进行婚礼最后阶段。
哦，明姐，莫受气啦，无需要让迄种人拍歹你的心情啊。搁再讲，大家拢知影黄英丽是啥物款的人，无人会相信伊讲的话啦。哎呦，新人官，你甲看啦，早知哦，互我去你厂都无代志啊，你都硬歪互我去，唔只让迄只鬼子包有迄个机会走来你遐乱。迄条船啊，阮也伫台顶哦，都无遮个代志啊啦。 是讲哦，你的人会嘛袂歹呢，啊，是要结婚哦，迄完成这组拢走来现场咧讨哦。是讲，假使讲你若邀请你遐元首人来参加你的婚礼，我想一定会变多哦。吴店长，我是互你面子，叫你来参加这个婚礼，讲话啊，多好就好啊。张明姐，你讲话哦，嘛是过大声，今仔若毋是建议妈妈诚心甲我邀请，我根本无想要管。 你高有志云，即摆你婚礼竟然办到遮尔啊，请的啊，你真正是毋知见笑。哎呦，小熊哥，你毋通生气啦。迄志云哦，两早离婚哦，对伊是较好啦。啊，趁伊即摆佫少年啦，啊，赶紧找一个较好的对象哦，毋通哦，继续安尼浪费青春啦。啊，是讲哦。 婚姻的比例较悬啦，啊，都予伊去叫张明杰就好啊。这无得靠哦，因两个会用个夫妇得正啊。啊，以后真正会用个幸福比阮过日子啊。阿姐，请你莫生气啦。啊，既然明杰甲志云若是无适合，较早分开嘛是好啊。啊，明杰哦，若是有倒位处理了无好，我伫遮代替伊甲你回信你啦。啊。 这讲嘛得奇怪，啊一个甲阮熊熊哥的后生离婚啦，啊一个甲阮熊熊哥的查某囝离婚啦，啊今仔日吼，阮熊熊哥竟然来坐主导，我看这个主导吼，应该毋是主导，叫做苦主导，毋才对啦。啊，阮熊熊哥一个人伫遐吼，啊想着后生查某囝拢去互放杀哦，啊家己一个人心情郁卒哦，伫遐苦酒满杯啦，啊讲到恁这事实。 啊，唔对，应该哦，来甲敬一下酒，甲回一下室内表示恁的诚意。敬什么酒？我敢有要请假？你根本就无资格管吧？杜仁德，你家己做的，莫阁还恁共管，啊，做下来乱。好啦，明姐，莫阁讲下啦。和气生财，咱续来，甲柯展玉因做行李呢。啊，这甲因是好朋友，大家哦。 冷静老一刷，你也好小看。阿姐，阿无我伫遮用茶敬你，甲你回信咧啦。哎呦，唔通哦，你今仔是新娘呢，哪会用得互你动手？我来。 哎，吴队长，张明杰，无彩你去大寮新娘衫，啊，唔知个恰恰着，啊无安尼，我甲你回信你啦，我甲你信息你啦。慢点，走啦！哎呀，啊！哎，吴队长，张明杰，无彩你找他过，这尼唔早礼貌，老店长伊主动甲你回信你，你竟然对伊安尼起脚动手啊？我根本都无想查，我找着你啊，刚刚就喺主动啊。正英啊，我稍等你，我给你换衫，啊，等一下啊。 我袂去见客，啊，我就甲我出气啦，好。等，这辈子，你是我那阵要走，无遐尔简单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今仔无当场甲罗店长好好回信的哦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杜仁德，我是互你面子，你莫提出来这么许大款，啊，对我，我真无心到。你怎么来讲啥？好，我就互你知影。 什么叫做时代款？杜来德，那是超过啊！你是要听西装的艺术是安怎？要跟我算也是？我到底知影，什么叫超过？你。
超鬼，你知影啥？啊，来啊，甲放手啊！甲放手啦你！你，你，即马就走袂啦！甲放手！我接你！甲龚志云啊，还是要跑？啊，你搞输赢啊！我哪个会？我不，接你！啊，好啦好啦，哎呦，好啊好啊啦，熊熊哥，卖阁怕啦，哎呦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咱有怕着就好啊啦。等下哦，迄个过几摆的豆腐伊都加食啊，还阁什么代志做袂出来对无？是啦，明姐，你卖阁怕啦，等下哦，若破相，伫个婚礼面顶无好看呢。阿姐，我知哦，你哦有啥物误会啊？要毋过，敢会当看到我的婚相？就刷刷去啊！有啥物小尾算哦，以后慢慢算啊。今日就请你给我面子，给我甲明姐会用完成婚礼，好不？好啦，我今日看到姐的面子，莫甲你计较。啊，不过你也记啊，以后路人拢会相拄着。好啦，咱来去外口食食点心的，反正咱有包红包啊，啊，若无加食光吼，是袂好啦。杜兰达，这莫名其妙。好啊啦，明姐，莫生气啦，你今日要换衫啦。哇，静怡，啊，你的手套。啊，手套是安怎是？啊，无啦，袂好，来帮你用。啊，无要紧啦，啊，我这手套是丝质的，本来就安尼。我家己叫约就好啊！你今日换衫啦，咱该继续办婚礼呢。好啦。家仔，机票搁伫个。希望等一下张明姐换衫的时阵，袂发现机票已经被调包啊。你要创啥？无啦，我看你手头唔当去啊，去内面哦，我就得先去，好无？哎呀，唔免啦，啊，等一下咱出去，搁爱敬酒，敬完酒吼爱送客，无需要换啦，只一点点啊尔，我试试就好啊。哎，无咯，我就得先去，无偌久，行，来。张明杰目睭哪下来哈？啊，连见伊手头动起也看到阿玲哩。万一若是发生什么不对当，安尼是变怎？即马，可能要靠建英，伊家己随机应变啊。啊！你出头爱换，我给你斗相共啦，哈。哦，不要紧啊，我家己来换就好啊。哎，你不方便啦，你的手有手环，我来给你斗相共啦，哈。明姐，啊，恁两个是好未啦？爸，咱入面咱不看。哎。我甲建明落去这尼啊熟啊，啊你可是我的后生，后尾你咪落来敲门啦。哎，还较紧的呢，咱来敬酒敬完哦，啊来搁送客呢。啊，好啊。哎，明姐，你换好啊，你就先甲妈出去招待人客啦。啊，我处理好，马上就出去啊。啊，好啦，妈，你先出去啊。啊，好啊，啊你较紧的哦。啊。
来，明姐，明姐哈。虽然讲哦，头拄只是婚礼哦有较乱啦，阿哥哦，迄袂要紧，也无啥物代志啊，对无？啊，大家哦，阿哩尽量食，哦，阿家朝爸，阿哩无欢喜，啊，祝福这对新人哦，以后会当阿哩平安顺利，啊，会当互我满年哦，双手抱双孙，啊，我个子孙哦，大家拢读到博士呢，吼，啊，一个来继承阿周集团。生第二个来扩充亚洲集团，啊生第三个吼，生第三个唔都来排掉亚洲集团。哎，是毋？唔是我咧讲你啦，人做人打嫁的人吼，拢嘛爱硬菜给新妇啊。啊，你看你啦，啊，干那顾后生啊，无要管新妇，安尼无唔知影他疼惜新妇，看人妈妈坐边啊，啊，看到是我唔甘咧。无啦，我来讲袂疼新妇，我着拄啊吼坐伫迄边坐隔壁较近哩。来，燕燕，来，你也吃一寡吼。多谢。不要紧啦，那阮燕燕自细汉较大汉吼，拢足独立个啦，无需要人特别甲照顾啦。伊要嫁燕姐进前吼，都想真清楚啊，你欢喜就好啦。燕姐，苏奶奶婚礼哦。一定会做顺利啊！阿表拢无活动啊，你敢要开始向大家敬酒？我西总哦，恁个话啥多啊？若是三下过拉三日，我就无西总等我，我讲啊，就唔免敬酒啊。恁为家己个三拉三日就袂敬酒哦？哦，这款理由我头一遍听到，你真正有够无诚意。哎呦，免这尼啊晦气啦！啥物一块桌一块桌去敬酒？飞机哦，啊，去来台顶哦，啊，做一遍镜，啊嘛，想煞给我代表家长哦，讲几句啊话。啊是暗卡一个人情世事，安尼真好。妈，你嘛跟阮做伙上台啊？啊，我免啦，我都只吼顾微博就好啦。是啦是啦，我起来就会用的啊。我嘛算讲代表你嘛吼，行行，阿婆，我咱起来吼。各位贵宾，这场婚礼总算会当顺利进行。咱即马请新郎、新娘，也搁因上界尊重的时段来向大家敬酒。哎，稍等嘞，我也搁有话，有话一定爱讲，我要甲贵宾讲话啦。各位贵宾，阮明姐吼，自细汉就无老爸，是我辛辛苦苦家请养大汉的。我为着要栽培伊哦，我自透早做到三更半暝，啊，拢尽量予阮明姐用上好的。伊要提啥物物件，要提好的物件，我拢应付伊安尼先。我嘛相信讲哦，阮明姐哦。伊一定会出头天的，安尼我吃这个苦吼，都有价值啦。结果吼，阮明姐吼，伊真是啊，无予我失望。伊这尔啊少年，都考到主任检察官，受到伊的顶官的器重佮栽培。啊，伊佮剑英因两个人。嘛，真早就熟识啊！若讲到建明这个查囡仔，伊确实是啊真才情，啊嘛真优秀。不过，因两个人的姻缘哦，煞有一个第三者哦，要来甲因破坏。因两个感情路线，差一点啊都行袂落去。讲的什么话？是张明杰先反背感情的，竟然把季连勇送去志远的头壳顶，真正有够可恶。啊，好佳哉吼，阮明杰吼，爱赶紧甲醒起来，啊，紧转来剑英的身躯边。明杰，你吼，
人甲剑英结婚了后，你一定哦爱好好珍惜剑英哦。也搁有剑英的妈妈，你来甲当作讲，敢若你家己的妈妈同款来照顾伊。也搁有剑英的阿公哦，你莫甲当作讲，敢若家己的阿公安尼先来友好伊哦。嗯，我知啊。嗯，哎，阿迄哪会煞失去嘞？出代志的时阵，张明杰你伫个现场诶？不是，叫我明杰的，进来。你不是应该死啊，张明杰。假使我若死啊，徛伫个遮个人是啥？头拄我听你妈讲，爱甲叶剑英的妈妈当作是家己的亲生妈妈来友好。那恁叶剑英的小弟嘞，你是安怎对待伊的？叫人开车去咯。迄时阵啊，我一个拄啊好经过，我根本就无注意到，而且我嘛唔知影军火车。所以啊，我搁廖准讲是普通交通意外，我拢着走啊。我早知影你无要承认，也毋过因为我手头有这影片，你着叫人要把我抬死，这是事实。卡苏伊若毋是做贼心虚，是安怎要提我的性命？你有啥物证据会当证明讲我要提你的性命？在场所有的人，拢无人知影我发生意外，敢你知影？他拄我出来的时阵，你着讲我，你毋是已经死了？这是你自己无注意讲出来。张明杰，你讲俊英发生意外的时阵，你伫咧现场，那安尼你是安怎无赶紧救伊？这件我头段嘛讲过啊，我只是拄好经过遐，我根本就无注意到啊。你这句话。讲去骗啥货囡仔？既然你伫咧现场，你哪有可能无看清楚是俊英去互弄着？姐姐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若是不是安尼，你张明杰，你先来咧对付阮俊英啊！你是我的后生呢，我一个囝都安尼无去啊！你心肝是哪会这么凶？你敢是人？你敢是人啊？张明杰，是歹人，歹人！张明杰，拄只迄段影片，我相信在场所有人看过，拢感觉非常的残忍。你根本一点仔人性都拢无。精神嘛，无你这尼啊无好情，我就是比精神更不如。张明杰，我若是把这段你伤害俊英的影片交予警方，我看你要安怎解释？俊英，我无伤害俊英，我无。张明杰。
时就是你主使要害死叶俊英的。警方要需要证人，我应该出面作证。是是，什么人放你出来？你放几个人？等我画出来就出来了。子云啊，你赶紧把你妈妈带走啦！啊，若无吼，伊若搁倒岗吼，是搁坐较重嘞。你放心，阮妈是正正当当出来。讲起来，搁要感谢张明杰。若毋是因为张明杰做遐尔侪歹代志，阮妈搁愿意甲建峰协商，来指控张明杰。阮妈嘛袂遮尔简单就会当出来。于美凤，你是凭什么指控我？我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你指使的。你叫朱苗，我是朱苗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女人的青春温柔，只有对你讲，若有你，就有阮的幸福。于美凤，你是凭什么指控我？我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你指使的。你叫朱苗，我是朱苗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张明杰，你伫我背后做遐侪恐吓的代志，我根本就拢唔知影。你是有什么证据当证明是我叫你做的？明明是你，是你害我去对付大鹏的人，搞遐大鹏，无得来对付你。明明是你想要爬官位，今仔去应该见伊的动力路，所以你三番两次对付伊。甚至连俊英，伊受伤失去记忆，嘛是你偷偷甲带走、甲关起来。这件代志，谢子晴嘛当作证。所以一切拢是你跟我做，你莫怪来我。你莫讲讲，刚刚拢是阮妈指使你的。其实，你早都已经计划要对付我啦。这段话，你应该。妈妈，我俩做工家己真巧啊！我看啊，不是公仔一个，做着给我分到玲珑西，我才无咧惊你。其实吼，我做着知影，迄个外婆是你妈妈的亲生后生，差不多，我又像个外公。我看你西路，你去对付伊，我看到伊啊，戆戆的用尽心机去对付伊外婆，拢唔知影。我想着吼，半暝啊，我咧偷笑，笑到半都只疼。你今晚有什么话同我讲？张明杰，你听讲让美凤甲外婆因母仔囝互相伤害，你心肝哪贱？我当时叫你哭哭！是不是怕唔着人啊？你真歹要判啦，是廖水莲、于美凤，你莫甲互相伤害，那是于美凤心肝恶毒。我知影伊莫甲互相伤害，算无讲破啦。是廖水莲，你若真正要算账，爱找伊，唔是找我。你搁敢讲着阮妈妈？我妈妈甲于美凤的恩怨，那是伊两个人的代志。要不讲，你利用伊的恩怨来伤害外婆，你这种行为更加袂见效。建明啊，你莫安尼想吼，还暗唬你妈妈好不？你是你妈妈哦，先共偷抱囡仔，这是事实的啊。唔知今仔日发生这款代志，你安尼甲建明哦，拢煞煞对阮明姐身上去，故意是要利用大房里边的恩怨来见缝杀针。伊是为着要踢阮个脚步，毋知安尼死做啊！恁两个若结婚了后吼，伊一定会好好弥补的啊！刘太太，我真欢喜阮志云
啊！不过这边都表示，社会小拢会到安尼的程度上，你家己拢想看想看，你的后生做偌济歹势的个代志，你害人我囝受害，到尾一定报怨在家己的身上。啊，搁有啦，你这做妈妈嘛，较细，总有一天你嘛会扣出来。张明姐。 精神的，我来拢唔知呀。伊是我精神贵啊，刚啊啦，是我交代哦，社会卖甲恁讲，我利用这时间哦，想法什么办法哦，通有对付这精神啦。创办人，我有一个问题哦，想要请教你。啊，你是不是哦，他甲无清楚啊，竟然甲股份全部拢归予张明姐？哦，伊即马是上大股，又阁是总裁呢？ 啥？这只破狗做总裁哦？吼，拢是伊。忽然间有一天走来我厝的，甲我讲哦，微博有性命危险，叫我赶紧签这个股份让大师给伊换微博的平安。我为着要顾伊的性命，干脆给伊滚只签给伊呢。张明姐。 当事人指控你叫伊签牛投书，不是自愿签的，是你逼伊签的，所以这份牛投书视同无效。李焕，也该啦，会当对付。阿公，你莫有白讲话好无？是你甲我讲，大伯人欺骗你，你无信任伊，所以你无愿意，干脆我先生好意，你叫我退保管呐。啊！你骗一关理由哦，连鬼都袂相信啊！ 后来吼，微博平安转来，啊，我是哦，紧叫来我的厝的，我要甲讨这个梁大师还我，卡那做伊就是命我，就是伫迄个时阵，向阳甲我讲微博的身世，我毋知听一个哦，气炎喏，肺也都痉挛，人都站袂牢去去喘，我甲讲我若毋相信，去问水莲就知，我为着要敲电话问水莲，手机摇好势已经人软落去啊。 到底碰伊去几撮？暗来甲阿舅，暗卡伊舅，啊在遐笑，你是安怎？要看我一个倒落永远袂爬起来，唔哈？你心肝内遐恶毒吗？你过来阿公，阿爸，阿娘，你快点拍死啦！爸，你卖生气啦，身体还要紧啦吼。小伟，不要紧。 哦，不要吼，落亏拖累了。你干咩？我能交代你，我刚才要求你吼，一家争取哦，该做判较重的，唔通阁放伊出哦害人嘛。张明姐，你是不是违造文书、强制罪、遗弃罪、谋杀人未遂？即摆林静不是拢有啊，请你跟我转去一撮税务案。郑姐。 你若有交代袂清楚的所在，我会当做完整的补充。静，请你休息吧，我想来问我，你替我请律师，要自然自然，替我拍官司，哈？我即摆是要笑死人，吼！叫人用集团的资源替你拍官司，规气用拍哦，甲你拍到死啦！坐坐。 哎呀，哎呀，过来！
一张好事结婚的喜宴，哪会变安尼啦？明姐，明姐。多谢你的配合，所以恁来专做是污点证人，只恐张明杰的罪行。那你的罪行，我会请求法官减轻。多谢你。好啦，别再对来啊，紧等伊姑娘讲。嗯，大妈已经叫阿伟送阿公到外婆家转去啊，你别烦恼啦，我送你出去。警察先生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把阮囝掠走。伊哦，伊绝对哦无去做歹代志，伊是叫冤枉的。我拜托你，你马上把伊掠走啦！嘿，伊哦，对啦，那是伊袂枉啦，是来陷害阮囝。拜，伊拢无做歹代志啦，你莫把伊掠走，我拜托你啦。上好是恁后生无遮尔歹，我是交着歹朋友，去互歹朋友甲教歹的。我唔对，阮囝本来伊是有足善良的，都是去交着歹亲家，互你一个歹查某甲嫁歹的。当初敢是我甲伊弄着人，叫叶静来担罪，敢是我甲伊来诱拐我的查囝。你这个后生，根本就是赖头抹袂上面，一世人跪伫个查某人背后过日子，拢是伫个厝内靠爸母，厝外靠朋友。阿姨。伊是细汉靠妈妈，大汉靠母靠丈母。若要怎么人给伊靠，伊就四界变四界抢。像这款后生去用乖嘛好，好乖乖出来，较像一个查甫人。伊袂放，你有啥物资格讲明杰呢？哈，阮明杰是进入前途一个少年人哦，跟你熟识了，我你甲变甲一个情形，你啥物代志拢讲伊做。我今日不管你做什么代志，你拢是做不好者。你们想要见到丧失你的形象，那边在做的恐吓取财，跟遗弃罪拢跟我无关。我跟你讲，叶茂生不是善男信女，伊若真正被报仇，袂将你干那的放手。偏偏你这好心的小鬼白目啊，什么人物件去压着伊？伊绝对够张明杰，够甲死。不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你真是要把所有代志拢扫阮明姐一身吗？好啊，你若想要大家来好做小本，大家来好啊！你若做我的家里心哈，你若我的家里有心哈。吴太太，好啊！你莫搁讲这无理取闹的话啊，好不好？你本来就是明姐性格不是款，干哪样欺负新妇啦？明姐去了伊性格，俩准讲伊家己真了不起，甲别人囥伫个涂骹打。我真正是足欢喜，我甲明姐离婚啊！过去，我真正是去予伊下符啊，才敢讲对伊走。今麦符啊无效啊，快去用乖，我真正是足欢喜。玉芝，你今麦是落井下石就对啊。当初唔知影是啥伊倒着啊，硬要嫁予我，今麦我离开你啊，马上是啊，较轻松过啊。就是伊的冒险管安那样，会当甲我跳桥啊，我讲安怎？伊也做几番。大部分股份不还袂了，到时该股份袂转去啦，一定要借出来做其他。我看叶茂生准备把这金金看到叶合作集团，落在别人手头，搁一个电话。哼！张明姐，你拄则所讲遐话，等于是直接承认你是超过伊伟康合作集团的。听我的口供，律师还袂来进前啊，减讲几句啊。讲实在，我毋捌看过像像你这么着急要认罪的人啊！但伊还阁无清楚状况，毋知笑哈尔啊紧。张明杰，我感觉哦，你真正是天真活泼又可爱呢。啊，阮大人的世界你算啥哦？你拢毋知影，啊，就跟人咧算股票。我看吼，你规日伊边啊耍耍啦。是啊，你袂掉的股份，就是予杜仁德。还阁有谢红花基金会卖去，因当然会阁转转来给阮亚洲集团啊。阮等者就会去办过户甲交割。多谢你用这么俗的价钱卖出去，
也唔过，你爸不法所得，我也是会讨的。静怡，你会讲跟我比拼？你不是拢真支持我？伊不是向阳甲你比拼啦，伊是计想接近你，伊的目的就是要讨回阮叶家的财产。我警告你哦，你即马去就不准来过来找阮剑英，啊若无我靠骨都甲伊咬断。 叶静怡，我对你真心的，你也在对待我，你张明杰，过去我对你嘛是真心的啊，也唔过你是安怎对待我，还佮我阮厝内面的人，你甚至害我家破人亡，你感觉我对你佮有甚物感情啊？你先讲话，去别话，我跟你拼！妈，妈，你真心，我拜托你。 你莫放假，还要出来，我无我拜托你啊！哎呦，这件啊，这只小狗吼，已经变波波啊，紧家己啊，当去，唔通为到这乱乱飞啦！张明杰，抓紧！哎，唔通啦，小等下啦，检查官，阮张明杰是叫陷害，你嘛有听到啊？是因大家要联手来设计阮明杰呢？你这万难，我拢好人啦嘿！妈。 好啊，卖好讲啊！明姐，我有几句话想要对你讲。郑姐，该当互我讲吧，我几句话。拜托你啦，嘿，拜托。郑姐，千万唔通哦！啊，若互伊两个讲话，万一伊若是串讲是变哪？罗丁丁，你看伊妈妈安尼，我都嘛是爱讲人情的啦。 若阮母仔囝好啊讲一下，我相信即马建国拢有张明杰，伊是无可能会用脱罪。大哥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好了，谢谢你。 妈妈，你两个孩子来叫乖，还阁无钱，安尼是你一世人都无有去啊！妈妈无想要讲我都去啊！妈，你坚强。 为着你，我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。啊，好吧。张明杰，你是偷偷要什么物件给你妈妈？啊？我哪有提什么物件给妈妈？我即马就要给人压榨，我干嘛讲几句话，啊你妈妈会应是吧？郑姐，我感觉张明杰态度真奇怪，我要求给妈妈收身。 你讲他们笑话，我咧讲哦，阮囝，捌做过主任检查官哦，所有停尸我拢真了解滴哦，你两个要甲超超辛苦哦，迄个是侵害我的人权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嗯，我真正感觉你照顾是人就会，来来，我先坐下，你讲侵犯人权，敢有？敢有？妈咪，你。 你叫朋友，你莫惊害我，莫惊害我！哇，张明姐，你是惊讲你要用掠你内底关的足无聊的，所以偷偷啊压一张玩具支票，要叫你妈妈买玩具入去内底，互你耍是无？我的支票。 我操！那不是假啊！十亿，我看你今麦给他存回忆啊，张明杰，你连什么时阵去用打死的都拢唔知影，你敢会小看起你家己啊？爸，玉芳，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来听你讲清楚。爸。
我先走马出去。检察官，余美凤回去啊，张明杰甲伊妈妈应该话嘛讲完啦，安尼是毋是会当麻烦你甲张明杰带回去啊？妈，行，咱等下看阿公。小姐，明杰，明杰，张明杰，你是咩咧创啊？别怪啊！我该去搞的。张明杰，你别犯空啊！哼，你想要走就来啊！我的钱啊，一定是给叶静提走，我一定提到回来。别过来啊！阿拉伯，我来给叶静做一事。明杰，张明杰，遐钱根本都不是你的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谈要甜啊？你赶紧把阮见面办开哦！咱们楼梯那边去尿啦，阿哥，请求支援，爱把这饭店包围起来，绝对袂让张明杰走。起来，是。今天是冒什么日了去？绝对真危险。我见面就唔知要安怎，那张明杰即马是亡命之徒呢。拢是恁啦，拢是恁个剑英哦，趁好来骗阮明杰啊，死好啦！剑英伊哦，伊来受到教训啦。我，到这阵我唔知伊何西歹。我要来去考阮家面上。无喏，阿姊啊，你唔通去啦！啊，前一早因是身体无爽快，啊，行两步啊，心脏病袂使。我看你倒去休困好啊。啊，我甲阮常常去倒去，绝对无问题啦。家面袂有代志啦。白雪，你带阿姆倒去，哈。哦，啊，放心啦，哈。啊，全哥。阿姆，行。啊。走袂去，现在都反抗啊！叶剑英，你好想要失望啊？我对你有真正认真，你竟然失去我，欺骗我！张明杰，你害死俊英，佮伤害我的亲人，我呢对你是拄好尔，这一切拢是你的报应。告状！阿奶无安怎？你叫是？你叫因对安怎是？一定无伫你身躯顶。告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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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明杰，你叫是我遐尼戆哦？会甲支票放伫我身躯顶，等你来找寻。我一个话计，至少。我给我投资的十亿，甚至公司，对，各位。干嘛呢？你真正遐尼天真，认为迄十亿阁是你的？我什么意思？柯展玉，敢不讲，迄瞬间个不是，我是骗局。要对付你这款人，我若是要抓到你，互你挽留，无用这款头脑，要哪用的？张明杰，代志已经到这地步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歹路真正唔通行，已经出手啦。张明杰，别过来啊！张明杰，你把叶剑英放开，别再反抗啊！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无啊，我就无咧惊，没安怎？谁在你啊？我现在就要跟叶剑英做起事。张明杰，
你阿妈做过检察官，卖个真面目哦啊！无见风是真正的开枪。<笑>好啊，开啊！我求你唔敢啦！囡仔，三个月前，你个龙王，安尼啊，我可以当慢慢甲你算账。别过来哦！我叫你别过来，你听无是吧？张明姐。 李克林姐，明姐，明姐，你莫安尼死啦，明姐，你哦，乖乖带警察去，关心哦，咱慢慢来办，你莫摕你的性命跟生笑。 妈妈，俺的一个好心啊，你啊，我为了失去你，明姐。正姐，你大家小心，咱还建议受伤害。但是没收到叶建英，你怎么了？对啊，对啊，明姐。 快过来！你走不去啊你！张明杰，想要创啥？放我出去！张明杰！ 你卖错了你！叫我走去一块，所以对不起我儿啊，我一定要帮你说。张姐，别笑！张姐，我也是夫人。张姐。 叫你什么事？我要整断你！张明杰，停车！张明杰，停车！停车！熬夜子你滚！停车！你去边上去！叶子，停车！ 抓紧饼干！张姐，等路！ 你想害我囝啦？有人来伤害我囝啦！赶快，今日警察你阿囝，你甲主任放你阿进来啦！你别讲怕啦！瑞凤，别讲怕。明姐，海姐，我无可能先袂人伤害你的后生，我刚有看到有见义勇为的民众替阮连环啦，给张明姐扣起。 警察是怎么想要怎做的哈？阿嫂，明姐，明姐，明姐，叶姐，叶姐，叶姐，你有事吗？我无代志。 多谢你来救我，无代志就好啦。阮爸讲哦，阮咧有计划啦，叫来分店外口看什么事我斗相共了无？拄则打电话我，讲你有张明杰出来停车场，好佳哉，我会赴公安局救你。
啊，对了，叶子，你到龙头头咧，买病检查一下无？瑞凤，无安尼啦，我甲佩佩负责甲金英送去病检查，你甲阮就好啊。麻烦你，来，谢你。 这个张明杰哦，有影是狗急跳墙，结果跳袂过去，即马哦准备去食面食饭。谢子琪，进前推车伊甲张明杰唔闹联络，应该无叫个。 过两工啊，特别甲安琪结婚啊。嘿啊，安琪哦，伊真袂关系讲人多啦，还是讲伤过老热的所在，所以我是讲规矩咧到堂啊，啊请牧师来证婚，一切哦都办甲来简简单单，紧就好。这安琪接近总裁是有目的的，啊，不过我是要安怎甲总裁讲才好。 总裁，啊，你敢真正想要娶安琪来做某？娶某呢？有婚是不是真的假哦？那是安怎啦？你有什么想法啦？无啦无啦，我只是雄雄去听到总裁你讲你要结婚啊，那你婚礼办起来，敢会伤过香港？咱是不是当安尼头头来吼，按慢慢啊计划一下？啊，甚至总裁，你这件代志。 唔爱当想啊，搁较清楚咧啊！唉，不用想我啦，我已经哦想了足清楚啊。安琪哦，甲我的一段缘分，我真正非常珍惜。你看安琪啦，伊真是一人够可怜，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足温暖、足完整的家庭。而且你看，伊即马都在我遐。 你个许八弟哦，安尼三番两番来哦，都超工咧找伊个麻烦，啊，讲像歹听话咧，甲刺激，所以我听赶紧回一个冥婚，啊，甲定落来，安尼许八弟去找哦，就要踢起来啊。好啦，总裁，阿哥，无啦，啊，你到底是想要讲啥？你，你若真正要甲我斗相共，你就赶紧替我去联络到堂，吼，啊，筹备婚礼，安尼就有够，听有无？好啦。 我还去办呐，你，啊，我要结婚了呢，啊，你拢免甲我恭喜一下，恭喜总裁，哎。 哎呦啊，安姐啊，啊，这我阿你要困啊？我来等你啊。啊，歹势，啊，我着甲媳妇哦，找所在去收拾杯啊，拖到即马转来。哎呦啊，你若要找我，你着敲电话给我就好啊，啊，那一个人才戆戆等啊。嗯，我想要甲你做伙啉酒，若是一直敲电话甲你找，咱的啉酒哦，就无趣味啊。 是讲你即马看起来应该伫咧外口啉啊差不多啊，无兴趣甲我啉了吧？无咯，你若想要啉，我就陪你啉啊！来来。
想袂到呢，我到这年纪啊，既然阁会当有一份这么幸福的感情，阁会当有一个互相依赖的人陪我的身躯，天公伯啊对我真正有够，我真正应该好好感谢伊才对，讲是无？我原本以为讲，我这世人会一直秘伫房间内底。 将来无想过，有一天我会当行出去看这个世界，而且阁予我幸福的感觉。阿姐，太谢我。不要紧啊，今仔的气氛足好诶，你阁陪我加啉几杯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当然嘛好。 谢，家己擦自己。多哥，多谢你，给我一个这么温暖又够幸福的暗暝。你放心，从即马开始，我每一天拢会给你过了最幸福。安琪。 我知影即摆恁厝的哦，就敢像你一个人。啊，不过我绝对袂因为安尼就委屈你。咱赢出的过程哦，也是爱照规矩来。我已经咧饭店订一个房间啊，即摆你就开始会当住下遐。等咱结婚以后哦，我才去饭店甲你赢出转来。规日我要让全世界人拢知影，你黄安琪是我正式娶恁的家后。 哥，多谢你，你真正足体贴的。好佳哉，你的空缺袂到后遗症，啊那无，我已经告死迄个张明杰。我差点要叫张明杰害死，好佳哉，我认命。 你才有机会会当在婚礼有张明杰一个架势。无唔对，伊即摆封关，一定要关真久。什么总裁的身份，我看到会变一张空。哼。
真正是应该死好了。对啦，芊芊，你有照我教你的方法去转移杜仁德啊，还有沈曼娟的股份吧？有啦，我拢有照你讲的处理啊。啊，不过遐的股权拢转去我的海外账户，安尼敢真正有安全？芊芊，你放心啦。 我有我的想法。护士啊，这个药是范景师的防护纸，来，我帮你看一下。芊芊，迄个人是我救命的温男的。你讲迄个查某囡仔，生作真水呢。我迄个时阵啊，差点仔无命，好佳哉是甲我救，也毋过我拢无机会甲细道谢。 徐小姐，啊，你不是那天在路上受伤那个人吗？哎，看样子你全好了嘛。徐小姐，多谢你呢，那不是你救我，我走了无命。哎呦，哪的话，举手之劳嘛。你恢复不错呀。哎，这个是你女朋友还是爱人啊？ 哇哦，我是子琪的路边友，听你的口音，你是大陆人吼？是啊是啊，我嫁过来了，好一阵子了呢。我老公痔疮开刀今天刚好出院。<笑>那呢，就祝你的身心早日恢复健康。<笑>谢谢哦。老婆，我办了啊，会当出院。 曾正远，那是你啊！谢子琪，哦，哎，阿仁姐啦，阿仁阿母在讲话啦。徐小姐是你的太太。嘿啊，你阮某的，阿仁不水哦，是不是水当当，但我口袋无破一家个。<笑>水，真正有够水的呢，想袂到你阁这么有本事，娶一个这么水的姑娘啊！<笑> 哎呦，你就不要一直跟我欧了啦！<笑>太得意的屁股都翘起来了。啊对了，啊你怎么认识我大学的妈姐谢子琪？啊，我不是跟你说吗？前两天我在路上救了一个人啊，就是他。哦，那个时候伤得好严重哦，一条命都去半条了，还好遇到了我，给他扛到了医院去。<笑>原来我某叫人是你哦，真正有够多好的啦。 救人吧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怎么有个人？不对，万一诈骗怎么办？算了算了，先救人吧。 先生，你还好吗？先生，先生，是不是该叫救护车？徐小姐，真正要多谢你呢，将来有机会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哦，三八兄弟，咱家己人诶，什么报答啦？对啦，我咧较细意咧，爱保重啊。你嘛赶快呐！ 打手术了，一定要好好保重你家己的身体。等你身体好完哦，我一定好好请你阿妈吃饭。<笑><笑>一定，啊，无先来走，会记哦，电话联络。嗯，好，好，拜。手机呢？是人家送的吼。有个谢子琪，今嘛是海顿集团的大股东哦。
阿姐，你是不是跟海中央哥看的，怎样一个要死你哥的啦？我知影是啥，把股份提走，我把财产信托的代志，交我的户主欠欠一百，搁联合伊的男朋友谢世奇，交我的股份吞掉。 青春温柔，只有对。